这是小姑娘，没事，我教你。俺妈在这地主采点红秧歌子，然后咱等下弄回鸭巢再吃。啊，拿切红秧头，这切这个梗子在了，选梗子，这炒的好的很，搁豆角了，好吃呢。这茄子，茄子还是个人家的方便。这个那个空心菜了，炒的好吃呢，很是。是的呀，这辣子。还不用上街买。上街买，你那可买多了，那可买着。我上地里茄子的关系，现在。茄子炒的好吃。这农民都有谁买着？从这样大的地方想吃，谁去跑了买呢？妈都扎根了，第一下雨，你看这都要扎根，就扎根都要翻红秧，老的吃吃就。叶子可要了呢？叶子要了真吃，叶子妈掐掐掉了洗，我蒸个锅。这两头也掐掉。这个两头掐掉，这嫩还没有啥丝，还没有啥皮的。都这样摘掉，都这种好剥些。嫩炒多少了？要放点鸡精和火锅。接到接手了，关注小姑娘美食，边下面留言。